Hello， 今天是做火锅的日子，然后帅哥买了，哦不，帅哥他家人给他寄了他们老家的火锅底料，豆豉火锅，好香啊！现在炒的，是吧？现在我要开始洗白菜了。本来今天要出去吃火锅的，但是外面在下雨，因为下雨记得出门一定要备伞，不然就会成为落汤鸡。哇，这个味儿好香啊！切这种的，但是这种我也不知道怎么切，我只能像切那种一样，就是这种。你先，这就这么切，这么一块。啊，我知道。你先不弄白菜，先弄什么？你都弄了，你弄。先切肉吧，解冻了还是？那直接就可以切。我不知道我们放上面怎么解冻啊？不用解冻，它没动了。不是吗？就是揉一揉，搓一搓。挺好看。差不多，嗯，就越薄越好。你会切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就这样切了。确定？啊。你把它当削了一个皮，就削了。但是你把它切，但是说切出来会好吃一点。你让它割了就不好吃了。龙哥会吗？龙哥他不会。那天在抠脚还切肉吗？他不知道。嗯，啊，这个这皮是不要的，但是还可以咬。你先听着，这个刀不好切。哎，还有没有刀？没有。猪皮可以不要，那就是煎好了可以用。好高！哎，龙哥，你会切吗？五花肉。五花肉，哪是你这样切的？你量太大了，这法子。你会切吗？不是你这样切的。不是，我这个猪皮它硬。你这个是要干嘛？吃火锅的吗？你吃火锅，其实你可以先煮一下，煮了好切的。嗯，煮了好切，你这样要煮一下才好切吧。你这样也可以切，但是呢，它薄了，越薄越好，不要太厚啊。你看这就切的，我知道啊。那你还让它切？可以，它刚刚切了两片，我示范一下。哎呦，可以吗？这个，你让厨子一手。这个切完我们再去买饮料吧。啊，万一就废了。龙哥不是跑哪去了？龙哥，你在找啥子啊？辣条。这不辣吗？不辣。但是蘑菇我记得好像是要泡的。不行，不是要泡，泡的那个，不是要拿盐泡，是吧？有毛就用水，不是我。就我龙哥，你头发有点乱的哦。没事，不看，怎么样？
开了美颜的，还好，还开美颜关。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就是吃贵阳的豆豉火锅，我从来没有吃过。豆豉，对不起，今天重新来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，贵阳的豆豉火锅是来自陈顺老家的，然后他现在正在给我们做，现在已经香气扑鼻了，就是一会儿验收他的作品吧。这个真是太过分了，衣服戴了帽子。现在我们所有东西都好了，就只等米饭了，米饭马上就到喽。谢谢龙哥给我们切的五花肉。图陈顺。接下来我要给大家看个东西。当当当，闪电又搬的房间，把它放在了床上。这是我，哎呦，闪电又搬永远不分家，还有我的烧饼小白，那个被卡在了中间，还有蛋蛋，蛋蛋是星辰取的名字。哎呦，哇哦，刚刚切土豆的时候不小心把手切到了，切脱皮了，妈呀，然后刚消了毒。就在这里要提醒大家，以后切菜的时候能不切就尽量不要去切，不要像我刚刚一样去做，然后就想吃土豆然后就去切，以后买菜一定要买切好的。但是今天是非常有意义嘛，所有东西都是大家自己动手在做，还挺好的。